大路小云送雨雪，大宝特。你看，我们家这把就一个符。打火枪兄弟们随便推线，打火枪打火枪一定要推线，因为火枪它有爆头，它不知道它下一下攻击是爆头还是普攻，所以它塔下电刀的时候是很难电的。打火枪无脑推线就好了，它能不能补到刀，这边放个残影结果没防不到，手上距离太远。你补攻，你补攻，我感觉我上不去，你先补攻吧。我还是用技能清掉这波兵线，然后买瓶子，然后这波兵的话两边都没了怎么办呢？回来卡一下我家的这波兵，卡一下下波兵，这样的话下波兵线就在靠我家高地的地方。你看这火枪它没有卡的，火枪这个举动说明什么？说明它中路是有现眼的，而且很可能在这个地方勾下兵，勾个瓶点个拉。正补可以，这个兵不用电，他除非出爆头，提前出手。你看他放散弹往后撤一步，这是个一级散弹，正补把时控。一个正骨拉过来 A 他，往前走残影 A 他，他死了。前期一级拉接残影的时候一定注意要往前走一步，明白吗？拉往前走一步，然后残影，然后再拉踩拉 A 他，然后往前走，然后再残影 A 他。你像这一波就是我拉完 A 他，然后往前走，没碰撞体积穿过他的身体，走到他身后再放残影，然后残影命中以后拉结束以后，他还会给我卡位，给我卡位就被防御塔挡，一个防御。他用散弹推线就让他推无所谓了。一、二、三、五，再勾一下兵。这个刀的话一个残影收，我普攻是补不到的。一、二、五，我这把要不要回家呢？不是很想回家了，勾兵吧，运个针眼，用个挂件。其实这盘挂件都不用出的，这个残影收个兵出吧，因为没钱买那个加速手套。这边我推荐好吧，这边我推荐，因为我蓝猫马上掉了，我这边是顶个塔防，我没设置塔防快就这样。这边我推荐是顶个塔防，然后我就能控服了。他这波肯定要做塔刀的。五六七，谢谢调侃杀人，谢谢尼玛老哥，谢谢鬼父 liquid 上路啊，不一控。这边做的真的。一、二，他中路连针眼都有，意思是？那不行，那我必须把他这个眼反了，那不行。他这波回去卡兵去了，但没用了，这波他这波卡兵不解决问题。这边做个睁眼站上来拉，哎没反到他的脸，别他下来直接滚，带着春日 buff A 一下
再往前滚一个残影，一起 A 他，往后边滚 A 他 ，A 他 ，A 他，拉直接残影秒掉。他吃不出魔棒来，这不他吃出魔棒来，我有危险。要火枪手肯定要收这个线的，踢下来还是老规矩好吧？往前滚，滚过来 ，A 他，然后残影滚 ，A 他 ，A 他滚 ，A 他 ，A 他 ，A 他滚 ，A 他滚，吃狼滚。这边把他魔棒也打出来了，没什么问题，好吧。他没散弹了，滚过来，滚过来，拉 A 往后走 ，A A 往前滚一下 ，A 他，他有剑刃风暴，往后躲一下。这波是勾引，这波是勾引，芒果往前滚 ，A 他。拉过来 ，A 他喝个瓶 ，A 他一个残影，难道没喝住啊？这边下路再支援一波，滚过来 ，A 他残影 ，A 滚 ，A 滚 ，A 他 ，A 他。滚过来 ，A 他一下 ，A 滚 A， 怎么回复断了？这火枪手我教你们，他出刃甲，你们怎么杀？滚起来 ，A 他，看到没？我不掉血，兄弟们，看到没？就滚的状态下去 ，A 他就完事了。他那个刃甲没什么用的。这边往这里滚，好吧，往这里滚。这有个钢背兽。十一、十九踢，然后往这个地方滚。一二三口芒果一颗，一零四，下路我在的，能打吗？我把剑圣杀了，这边先杀火枪手，把你 A 一下，紫边这个，我个阿托斯，再滚，我觉得不行就走。嗯，你开的迟一点，可能到那个能滚的时候，状态还没回满。我刚才主要没羊刀，有羊刀是肯定能滚到。这边先杀双头龙，这双头龙直接拉他，啊，还是交紫苑吧，感觉不拉他伤害不太够。杀屠夫，再滚过来接屠夫，这波感觉就是波机会，但看队友来不来吧。我帮他扛一下无敌斩，然后我滚走。我这波踢回去吧，买一个这个。我来了能打吗？拿到，我这边滚，我拿到，火枪死了。UGG 有晕锤的，小心点。等等技能吧。有烈火刀还是能杀的，我不要，我死不了。他没破零肯定。小鱼带的盾吗？还是谁带的盾？冲就行。我带的盾，随便拿。没事，那谁先？
他们现在肯定这个 GOGG 肯定在看正面，好吧，他肯定在看正面。然后这一波也很简单，我飞下路这个兵线，我不用去回家，然后我这波带的恢复符继续来冲，剑圣死了打我在的，这波有恢复符，状态能回满的移动全血，再滚过来杀这个火枪手，紫苑羊刀一起给，羊刀到时间再用拉，这样紫苑的伤害是可以爆出来的，然后再杀这个钢背兽。屠夫能杀，等等，然后这边踢回家。这波也是完美滚，九八完美滚，好吧，没问题的。然后直接踢这里，我爆火枪是不是在这儿？啊，火枪是在这里活的。